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没有家庭作为保障的婚姻，离婚率会很高，就像在美国一样？我可没有这么说。在美国的婚姻关系中呢，只考虑爱情的因素，很少受到家庭的制约。所以呢，当两个人的感情发生变化之后，就很容易导致离婚。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。 哎，我跟你说话很容易跑题儿哎。有吗？那我很习惯称之为愉快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我的婚姻关系。OK。我和武功当初其实是在中国尝试了一种美国的婚姻，我们觉得在婚姻里只要有爱情，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。所以后果显而易见。只是一开始。 我一直弄不明白我们到底错在哪儿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觉得只要相爱，就可以不断的妥协和退让。正是因为我的这种妥协和退让，才导致了我们最终婚姻的结束。但如果我不退让的话，两个家庭就永无宁日。那中国人很习惯让家庭来承担个人的责任吗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 我身边的朋友，大部分夫妻都是以自己的意愿相结合，父母其实很少干涉了。那没有干涉，也就不会造成后果；没有后果，也就没有责任。那如果两个人要是离婚的话，也是夫妻双方的问题。其实我觉得，跟亲密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也许可以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走得更长远一些。 跟你聊天好像在答辩啊，不过我现在心情好多了。是吗？那说明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下属。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吧，然后再工作。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武功的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而且。 他一直认定我是他的儿媳妇儿，所以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，武功希望我能够配合他假结婚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决定？很简单，我不会欺骗我自己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？ 反正就一天的时间，你帮我带一下丁丁。丁丁，你爸又要结婚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干嘛呀？这是，我都跟你说了是假的了。我哪知道真的假的呀？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你得跟孩子说实话，别像我妈一样，成天嘴里都没实话，弄得我长大了也满嘴瞎话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找别人带去。哎，你们全家人都去参加婚礼了，你找谁带呀？我找个保姆总行吧？ 那你还不如找保姆的钱给我呢。丁丁在这儿呢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行啦，我知道，反正不管你跟谁结婚，我都挺不高兴的。走了，丁丁。丁丁，跟妈妈走啊。 来，拿着，这是我给你和江离的礼金钱，多了没有，别嫌少。都跟你说了是假的了，要什么礼金啊？留着吧，一点心意。爸爸再见。再见，丁丁。哎，过来。儿子，你跟妈妈说，爸爸是不是真的要跟江离阿姨结婚啊？ 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天天都在家呀！我真的不知道。丁丁，你告诉阿姨，你还见过奶奶吗？奶奶不记得我了，她忘记我了。那你还想不想见奶奶啊？想。我想让他去接我放学。
妈妈，我想奶奶。好好，妈妈知道，不难受啊。丁丁，你别哭啊，阿姨答应你，一定让奶奶去接你放学，好不好？阿姨好，好。阿姨，您不记得我了？我是王薇薇啊，我和武功原来在一个单位上班的。武功不在。我知道，我今天不是来找武功的，我是来看您的。我是武功原来的女朋友。武功要结婚了。我知道，跟江丽姐。江丽是个好姑娘。阿姨，您还记得岳小青吗？岳小青就是丁丁的妈妈，丁丁是您孙子啊。阿姨，丁丁说他特别想您。这孩子最近老是不舒服，他说他特别想让奶奶去接他放学。你想吃苹果吗？你都把我带到这儿了，是为什么呀？这顿饭以后我就回河南了，说不定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妈连我都不认识。离婚的事儿是我的事儿，我妈总为这事儿操心，所以我想，要不我们拍张照片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们已经复婚了，让她放心。你不觉得别扭吗？别扭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还记得当年我们挑婚纱的时候吗？我妈说，一辈子只穿一次，别太浪费了。她还说，她跟我爸结婚，没有拍婚纱照，也没有酒席，照样在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。如果没有婚纱，没有酒席，两个人反而可以白头偕老的话，就没有人会在意那些了。最后租的还是你妈选的那件吧，就是为了这个她一直耿耿于怀的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成都办酒席的时候，所有的亲戚都认为你是上门女婿？那是我妈授意的。你觉得哪件比较好看？就这套吧。服务员，这件买了。哎，就穿一次租就行了，别浪费了。去开票吧，请稍等。女人嘛，一辈子应该还是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，留作纪念吧。
老所长，老五，哎、快请进，快来。哎，这个我等了你半天了，怎么才来啊？你家那口子呢？到五期了。你这房子不错呀，坐，还行吧？是租的还是买的？买的。老五，哎，你可真有能耐啊！都在上海给儿子买房了。哎呀，这哪是我买的？我哪有钱？这是儿子自己买的。来，老五，你身体还好吗？就是老毛病，血压高点儿。哎，不过有这个呢。啊，我看看。尼福达，我也吃这药，一天两次，一次一片。又巧了，哎，你别说这个药啊，在药店卖还挺贵的，17、18块的。我这是有的时候赶上搞活动啊，那便宜不少。是啊。老五，我看你这身子骨比我可硬朗多了。还行吧，要说抓小偷，3、4个不敢说。你是抓一个还是没问题？你这吹牛的毛病倒是还没改啊！这怎么是吹牛呢？别忘了，我是你带出来的兵，你是咱们市第一届的反扒标兵，我是第4届。这倒也是。你家那口子这10多年没见了，脾气改点没有？自从当了外婆以后，就改邪归正了。好，好啊，你算是熬出头了。我这是沾了外孙女的光了，她欺负了我半辈子，老了也该稳重几年了吧？哎呀，老所长，看来你比我有福啊。我有福？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儿子事业有成，大作家，女儿呢又嫁了个好婆家，吃穿不愁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倒是，老冯这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你说过了大半辈子了，都是他撑着这个家，照顾着我。那年不是怀疑我得癌吗？人家怕我想不开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弄根绳子，一头拴在他这儿，另一头拴在我脚脖子上。你看，你看，就凭老冯这一点，你也应该知足了。知足，太知足了。以前呢就烦他唠叨，可现在呢倒想听他唠叨，可人家不唠叨了。人家照顾了我大半辈子，也该轮到我了。啊，哎，几点了？快3点了。呦呦，我得赶紧排队去。这老冯啊，最近特别想吃那小桃酥，去晚了就买不着了。哎，我老伴儿也叮嘱我买鸡蛋呢，咱们一块儿走。走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你这来一趟，来赶上也是。哎，以后没事就常来呗。好嘞。邱总，这是上个月的工资表，您看一下。我还没有签字，有些问题。怎么了？武林飞呢？这个月只上了5天班，也没有请假。他的工资会计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又不敢来问您。就按公司规定执行呗。哪能按公司规定执行？我们公司的员工制度里，这样的情况是要被辞退的。那我来跟他谈谈吧。你可千万别跟他吵架。武林飞妈妈身体一直就不好，她不来上班也没什么。她那些事儿，我就顺手给她做了。谢谢啊。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同学聚会你怎么没去啊？哦，我那天有事儿。武林飞喝多了。我听说了。对不起啊，你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。丹宁，咱们大学毕业都已经好几年了，以前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一辈子，对吧？
林飞他不懂事儿，就多让着他一点，好不好？那还成我的错了？不是不是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我就是说，有些问题、有些关系，你处理的比较更加妥当。林飞什么脾气、什么心眼，你是知道的。你就说那个同学聚会的请柬吧，当时不是上面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吗？他看了之后，差点没把我家屋顶给掀了。我知道这请柬肯定是老班长写的。请柬是我写的。 我只想邀请你，可以吗？我不想在同学聚会上看见你跟武林飞秀恩爱，哪怕就那么几个小时，我只想看见你，可以吗？我们没有秀恩爱啊，我们一直都很恩爱。丹宁，真的，我非常感谢你能在公司做我的左膀右臂。说实话，论工作能力和才华，武林飞没法跟你比。你别看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。 他其实就是个孩子，我在家里哄这个孩子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你能理解吗？理解。谢谢。这是北京经销商的合同，你签个字。合同律师看过了，我也仔细看了一遍，没有问题。好。 哦，对了，你要是想休息的话，我给你放几天假。你该不会想公报私仇开除我吧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啊？啊，行了，工作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嗯，在你心里，我算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吗？当然了。谢谢。 搞定了，我们在哪儿见？哎，要不啊，咱们进去，你帮我去挑挑口红，看看哪种颜色适合我这身衣服。我又不懂，我都是乱配的。再说了，我有选择困难症。哎呦，哪有什么选择困难症啊？所有的选择困难症啊，都是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穷。啊，我不是说你穷啊，我说的是一个相对概念。女人开始在自己脸上精打细算的时候。 无论他口袋里有多少钱，那都是穷。穷的不是口袋，是这里。丹宁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跟我学习。你记住了，做一个精致的女人，才是你幸福生活的真正开始。做生意是要讲名片的，你的样子就是你的第一份名片。好久没放话，行了吧？一会儿买完口红啊，咱们去做头发，我带你去。 经常去的那家店，师傅是老上海的，生意好，价钱也公道，不像那些七七八八的连锁店，手艺差还贵得要死。工作搞定了，咱们可以去挑口红、做头发了吧？ 喝杯饮料吧。哦，谢谢。我觉得那个，这个婚纱还是太贵了，咱们又不真的办酒席，不就吃顿饭吗？回去退了吧。不用，买都买了。再怎么也是钱啊，况且你妈妈现在看病是需要钱的时候。我有钱，再说了这也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就当做帮我，算是。 我对你的亏欠的一种补偿吧。哎，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看过一个婚纱广告吗？爱情不能租赁。记得还挺清楚的，那这婚纱我就更应该补给你了。
日后你要是碰到一个舍不得给你买婚纱的人呢，你就可以穿我给你买的这件。你不要觉得这件是我买的，你心里有疙瘩啊。你就这么想，你就想这件婚纱是你用六七年的青春换来的。如果以后你跟你老公吵架了，你还可以打开衣柜来看看这件婚纱，顺带着回忆一下我们这一段失败的婚姻。等你再关上衣柜再去看你老公的时候，你就怎么看都顺眼了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会跟我先生说得很清楚这件婚纱的来历。那你还不是找离婚吗？如果为了这点事儿就能跟我离婚，那趁早离，离婚那叫止损。咱们走吧。躲得还挺快呀，我只是过来帮你拿婚纱的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到了医院，麻烦你嘴甜一点，委屈一下。上次你叫她一声妈，她可开心了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我妈要是问你这婚纱多少钱，我就说是租的。谢谢，中国好前妻。我还是觉得这婚纱太贵了，要不回去换件便宜点的。行了，买都买了，这挑婚纱就跟相亲一样，一定要相信你第一眼相中，这个时候就别考虑性价比了。再说了，挣钱不就是花的吗？我图花个痛快。走吧。茉莉阿姨，怎么样，发型还满意吗？蛮好的。我就讲那家发廊师傅的手艺在全上海都是顶呱呱的，以后你去他们店报我的会员卡号直接打五折。哎，今天礼拜几啊？礼拜六。哦，那从下周一开始我让那边公司给你算薪水。那我什么时候从秋实离职啊？等到他们关张大吉的时候，你自然就离职了。你该上班上班，一会儿找家银行重新办张银行卡，这次的佣金和薪水我让那边公司给你直接打到新卡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该给你的钱一分也不会少。茉莉阿姨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不是钱的事儿，那就是大事儿。说吧，是不是心里头不舒服了？我明白，这些年你死心塌地地跟着邱东阳跑前跑后抛头露面帮他做生意，除了那点有限的薪水，你想要的勤奋一点也没落着。人就是这样，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我也是蛮好奇的，我之前找过你，刚开始你连我的面都不肯见，因为武凌飞伤了你的自尊，你来找我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。在我意料之外的是，今天这份合同你签得如此漂亮，我还以为你会反悔呢。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不过你给了我一个惊喜，能问问原因吗？今天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的能力和才华都比武凌飞强。他也很感谢我一直以来在公司做他的左膀右臂。他还说武凌飞只是个孩子，任性不懂事，为了我在家里没少跟他吵架。他希望我能多理解他。是啊，我能理解他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到今天我才发现我所有的理解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听起来好听，我比武凌飞有才华，比他善解人意，比他能力强，可是武凌飞才是他老婆，我只是个打工的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跟武凌飞比起来，不管我多优秀，
只是白搭。你要这样想，只有你优秀了，才会遇到更好的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就像你现在这样，说一无所有吧，有点夸大其词，更像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没办法，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猫，温柔听话，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变回老虎。我就是跟黄婉莹学的，当年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看上去像一只老虎，她就像一只猫，而实际上呢，我是纸老虎，她是老虎扮猫。在美国的这些年，我就记住了一点，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要想赢，最难的对手是自己。你思路清楚，目标明确，就胜券在握，但凡有一点感情用事，就前功尽弃，功亏一篑。输了，没人会记得你；赢了，至少你不用再寄人篱下。要输要赢，你自己选。姑娘，打听一下前面有个小学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也不熟。哦，好好，我自己找找吧。林飞一直没接电话，电话可能没在身上吧。给我爸打。哎呦！哎呀，你起来，你别一运动完就往沙发上一躺，到时候你大腿、小腿长的可都是肌肉啊！放松放松，快。妈，长什么肉我都起不来了，您是怎么坚持的？我是真佩服您啊！信念呀，别的女人在健身房的时候你在睡懒觉，人家在吃营养餐的时候你大吃特吃，你还要想要好身材，切，怎么可能啊？哦，我记住了，高标准，严要求，管住嘴，迈开腿。哎，我手机呢？你一天到晚捧着那手机，那心灵鸡汤有营养啊？不是，我给我哥打个电话，问我妈今天的情况。不是就在那儿呢吗？哎，你怎么放静音了？您不是说怕练瑜伽打扰吗？我就关静音了。
江丽姐，什么？哎，林飞，啊，你等等我。哎妈，您就别折腾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啊，那你别着急啊，我换好衣服就去找你啊。接呢？我手机调静音了，我没听见。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稍等。哎，大夫，医生怎么样了？啊，手术很成功，情况呢也比较稳定，但是还要到 ICU 进行观察，你们也不用太担心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嗯，快点。这怎么好好的就脑溢血了呢？说什么？你见着你奶奶了？我没见着，我好像听到她叫我了。你跟奶奶的感情倒是挺深的哈，几天不见就想成这样。来，吃饭。妈，这是什么呀？你最爱吃的呀，鸡蛋炒馒头。这怎么都全黑完了？你是不是炒糊了？那你就挑不糊的吃嘛。来，妈妈今天不是火候没掌握好吗？来吃吧。妈，你怎么不带我回你家啊？妈妈在家不做饭。那你吃什么？方便面啊。妈妈，我也想吃方便面。不行，方便面最没营养了。妈妈给你做半天了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，你吃不吃？惯着毛病，不吃不吃饿着。你怎么包里还有吃的？爸爸说你不会做饭，他就特意给我装的，应急。那你包里还有什么吃的？有。妈，你吃什么？妈妈不吃，妈妈减肥，吃吧。喂，林飞，啊，我在你哥家呢。哎，林飞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我有事儿，送不了丁丁上学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什么？怎么样？我电话里不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哎，路上我问丁丁了，他说在学校门口没看见他奶奶，也不知道奶奶摔倒了。有没有脑子呀？丁丁要是看到，不把孩子吓坏了？姑姑，奶奶没死吧？没有，傻孩子，奶奶就是摔了一跤。奶奶现在挺好的，但是奶奶说呢，想见丁丁，你进去看看奶奶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好哄哄奶奶啊。做手术了，嗯，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你待会儿进去以后别胡说八道的，你再刺激着他。你是不是又傻了？他不认识我。好好好，我不说话，我保证，绝对不说话。奶奶。
你今天去接我放学了吗？奶奶想你了。那你为什么摔倒了？奶奶走路的时候没看路，一不小心就摔倒了。丁丁，以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看路啊。向你学习，不用跟奶奶学。我们丁丁长大了，要好好学习，做一个公务员。就是奶奶死了，奶奶也放心了。奶奶，我不要你。怎么了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丁丁奶奶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丁丁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妈，您认得他？当然认识。他是谁呀？丁丁的妈妈，叶小青。哎，林飞，这摔一跤。记忆恢复了，林飞啊，把丁丁带出去，我跟小青儿说几句话。啊，丁丁啊，来，快过来，没事儿的，没事儿啊。小青儿，哎，你坐。阿姨，找到工作了吗？啊，找了！我现在做电商。丁丁一天天长大了，你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。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，就说现在和将来，别人对丁丁再好，当妈的你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你看你长得个聪明样，做事儿倒是一根筋。要是当初你把孩子早领回来，我们这当爹妈的能不原谅你吗？阿姨，那这么说你是原谅我了？以后别嫌贫爱富，要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嗯，你放心，我把孩子给武功了，我不会再回来霍霍他了。那武功毕竟是丁丁的爸爸，这点轻重我心里有数。有合适的就嫁了吧，女人这辈子总得有个家。好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这么长时间啊？没事儿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顺便修补了一下当年破裂的婆媳关系。那行吧，丁丁不是还要上兴趣班吗？你赶紧送他去吧。哦，对。爷爷再见吧，送你去上兴趣班。爷爷再见。再见，好好学习啊。